亲朋好友围满一桌，炙烧烤物加上海鲜锅物，火烤两吃，热气腾腾，人气满满。这一下哇，落去一边，可以怎么正在冰冰，伊目睭白就熟啊。你免介意臭味道，有啥话我讲，坑咧无甲你抬就是个原因。哦，伊有伊人对无，伊甲你保护着，臭味道。臭味道不要紧。对。鱼儿表面焦透，并不会糟透。一掀开，里面白嫩细致的鱼肉，正是顾客不远千里而来的原因之一。餐厅里甚至还有来自澳洲的游客。Oh, excellent. Very nice. Yeah, we do have seafood in Australia, but it's quite expensive. So having this is actually a real treat. 又新鲜。又好吃，然后又看得到，超棒的！这个把一年的鱼都吃完了，我们不吃鱼的来这里吃一堆，这么好，只有在台湾有这么又新鲜又好吃的，又便宜。最推荐什么？哎，刚刚那个甜虾。甜虾是餐厅里的彩蛋，不是每次来都能尝鲜，也不是人人有奖。这回上岸的甜虾，林春熙分成小盘，提供桌边服务，平均分配，让每一桌客人都能享用。来来来，这甜虾哦，剥壳生吃，这是生的。这是那个日本甜虾。哪有日本、台湾甜虾啦？日本的。其余的生猛海鲜陆续出场，不怕你吃，怕你吃不下。餐台的海鲜补了又补，每次到货都是抢食大作战。哦，我这都好吃呀，好吃，猪肠我好吃嘞。是啊，他们的猪肠。客人都是这样抢的，其实不用那么抢，等下我们一直补，他吃不完的。